协会许丁峰许理事长，欢迎理事长。好，感谢理事长将我们的中原的文化传递给大家。哦哇哦，太阳越来越热情了，现场的朋友开不开心？开心对不对？稍后我们一起全身湿哒哒，好不好？好，金子镇的阿爸也说好，耶！再现我们的一个，绝大多数很多来自于缅泰。哎呦，今天跟往年我的心情特别不一样。
那泼水节我们希望在新年祈福，过去一年不愉快不顺利的事情全部都给洗掉。那么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过去一年来对我支持的所有的朋友们，非常谢谢大家，借着今天也要为大家祈福，感恩各位赋予我这样一个重任。那么我们期盼未来还要大家继续的支持跟鼓励。我们知道中华民国是我们非常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在台湾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在。今天我们在这边一起祈福，我们不管是什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来到我们台湾这个家园定居，共同为这块土地耕耘，我们真的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非常谢谢每年的四月，我要特别感谢苏良英大哥，我以前在学校的这些好朋友，祈求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幸福安康。